看三十三跟三十四这两节啊，所谓善人，人皆尽之，天道佑之，福禄随之，众邪远之，神灵畏之。啊，到这个阶段。善人标准很多，这个最高的标准那是大圣大贤，往生经里面所讲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佛说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，确确实实给我们列下了标准。这个标准就是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的敬业三福。这个三条总共十一句都做到了，那就是上善。如果做到前面两条，后面一条没做到了，那是中善，只能做到第一条，第二条、第三条没有做到，是下善。可是第一条做到的人就不多啊，所以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为什么呢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善人，第一条里面有四句话，第一个是孝养父母，第二句是奉事师长，第三句是慈心不杀，第四句是修十善业。我们这个四句有没有做到？这四句做不到，说老实话，念佛怎么样去念啊，日夜不间断，古人所讲的你念到如同铜墙铁壁，还是不能往生啊。为什么呢？你不是善人，人家那个地方是善人聚会一处，不但是善人，上善聚会一处，你怎么能去得了呢？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谈的条件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
发菩提心这一句在哪里？三福第三条的头一句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心证，上善啊，所以发菩提心，这个人就是上善之人。啊，什么叫菩提心？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。菩提是梵语，意思是觉悟，真正觉悟。觉悟的是什么呢？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就是觉悟的标准。真正觉悟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如果诸位真正对这句话觉悟了，你什么都放下了。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虚妄的嘛。没有一样放不下。放下就不是凡夫了，大圣啊，彻底放下了。我们这一句经文念得很熟啊，其中的道理没有参透啊，我们没放下。这就是没有觉悟。佛用比喻告诉我们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教给我们应作如是观。这样的看法是诸佛如来的看法，是最真实的看法，一点都没有看错啊！果然，把这个一切法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你还会有忧虑，还会有烦恼吗？你心里头还有牵挂吗？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正是慧能法师所说的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他为什么能够做得到呢？他对于这佛讲的两句话真的明白了，这个就是菩提心现前了，这就是菩提心啊！菩提心现前，落实在生活当中，孝养父母才能做得圆满。什么叫孝？前面跟诸位说过很多。古人讲得好，孝这个词，和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为一人，这是孝。它不是分开来的，
它是一个整体，父子兄弟妻子儿女是一个整体。我们看起来没错，说的是有几分像了，小像。你看看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他们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，这个孝才圆满。如果我们对于父母兄弟妻子儿女，你是你我是我，大不孝啊。怎么能做得到呢？这一个字什么意思都不懂，你怎么落实？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，他们当然是这里所讲的人皆尽知，天道佑之。那个天道是天神啊，保佑他，护卫他，他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。所以才有这样的感应，那才叫真正的善人。我们自己想想，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水平？在理上讲，那一念之间，只要你把念头转过来，你就转凡成圣了，就转迷成悟了。念头转不过来，永远沦落在生死反复。念头转过来了，就超凡入圣了。从哪里转起？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转过来。这个东西害得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搞六道轮回，与一切众生结下无量无边的恩怨债务。能还得清吗？不可能的。这个恩怨债务只有一时一时的往上增加了，决定消除不了。诸位想想，是不是这种情形？好在佛把这个事实真相跟我们说明了。这些恩怨债务啊，就同暗影一样，虽然生生世世在累积在增加，总是一片黑暗，一盏灯呢就把它照破了。所谓是千年暗时，
这一盏灯就能把它破除。这是说什么？回头啊，回头就没有了。堕落在里面呢，那就愁肠无有尽期。可贵的是在回头。佛对我们的恩德就在此地。不是佛的教诲，我们哪里知道这些事实真相？怎么会知道回头？这是佛对我们的大恩大德。回过头来，这才叫真的善人。于是我们知道，我们自己有无量无边的罪过，这个哪里是假的？我自己有无量无边的罪过，一切众生也有无量无边罪过，跟我们两样啊。我能够原谅自己，能够饶恕自己，为什么不能够原谅别人，饶恕别人？古人教人教得好啊，教我们以恕己之心恕人，跟别人的冤结就能化解。以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，才能改过自新呐。教得好啊，我们要能记住，要能够依教奉行。孝养父母，养父母之身，养父母之心，养父母之智，把父母扩大到一切众生。一切众生皆是我父母，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如来。这个孝养、奉事，就达到虚空法界了。这个善行才圆满了。佛做到了。化身菩萨做到了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在作祟，害得我们做不到，害得我们永远在做恶人。以佛法里面那个善人的标准，我们边都站不上。这是佛法的难处啊。可是这种难处不是不能克服的。在自己啊，有决心、有毅力、有智慧，你就能克服。智慧了解事实真相，决心、毅力克服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，境界就能提升了。
大幅度的去提升。我们今天虽然讲是发心了、学佛了，要帮助众生，其实是有这么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非常非常薄弱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把众生看在眼里啊。自己看得很重，看自己总是99%，众生只占1%，没有替别人着想，没有念头真正帮助别人。所以说智慧不开啊。别人没有过，过都在自己。真正要修善，这佛法教学3个阶段：断恶修善。善恶最低的标准就是十恶，十恶业十善业，最低的标准还没有达到五戒。佛教化众生，我们最低的标准有没有做到？这一门课程真正做好了，学习圆满了，才从这里提升到五戒啊，提升到十戒。诸位如果能想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怎么能不惭愧啊？受戒受的什么戒？世间人的十善都做不到，还有什么戒哦？现在大家在一起混日子，没有认真在干的。真正认真干，决定不可以好高骛远。你出家，人家叫你一声师父，这一声师父就把你送到阿鼻地狱去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是不是个师父？你配不配做个师父？师父最起码的五戒十善要做到啊，做到十善还做不到五戒，还不能称师父啊。这个是我们把标准呢降低到不能再低了，比佛的标准还低啊。佛的标准叫那个小师，小师是什么？沙弥啊。试问问，沙弥十戒24门威仪，你有没有做到？你做到了小师。人家称呼你名实不相符，你叫堕落，这好称呼的啊。成大师那还得了？什么人能成大师？化身大师才能成大师啊。在我们佛门里面，
你诸位看看高僧传，哪个人敢成大师？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都不敢成啊，人家成大师，不敢成大师啊。谁成大师呢？只有佛成大师。这个名称敢随便称的啊，你不是佛，人家称你大师，那就是冒充佛，冒充佛还得了啊？你走到外面冒充总统，马上人家抓去就给你坐牢去了，判罪去了，你冒充佛还得了？所以我们总要明了，学佛就是学一个明白人，不要学成个糊涂人。人老实，依旧还得到许多人尊敬。为什么呢？尊敬你是个老实人，你是个本分人。老实本分，决定不能狂妄。不能虚伪啊，不能够骄慢啊，认真努力向佛学习啊，一定要断习气啊，习气烦恼太重太重啊，最不好的习气就是喜欢打听别人的事情啊，一脑袋的是非人口，这是最不好的习气最容易造业。如果是做破坏三宝的，那个罪业就重了啊！发起菩萨树神之要经里面啊，佛讲的都在阿鼻地狱。为什么要造业啊？有这一张口，为什么不多劝人做好事？为什么要说人家的过失？要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？一个人聪明糊涂，在这个地方非常明显的暴露出来了。善人恶人也在这个地方辨别出来了。读经讲学无非是明理，事出事情第一大善事就是讲学啊。孔老夫子一生讲学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学，他们自己教人就是两桩事情啊，一个是讲学，一个是改过。学之不讲，有过不能改，孔老夫子一生忧虑的就这两种事情
学之不讲，你学了就要讲，你懂得这个意思吗？学了就要讲，多多地讲给别人听啊，到处劝勉别人啊，有过就要改啊。你学了不肯讲，就是你最大的过失。那你说我没有机会讲啊，你今天从早到晚你没有遇到一个人啊，遇到一个人就对着一个人讲，遇到两个人就对两个人讲，实在遇不到像僧公一样对石头讲，喜欢讲，喜欢度众生啊，喜欢帮助别人啊。啊，要知道，劝别人也劝自己啊。劝的变数多了，时间久了，潜移默化，不知不觉当中啊，自己起了变化了，自己真的醒悟过来。可见的那个讲学的效果是多么大啊，怎么能不讲呢？现在实在讲比过去方便多了，你买个录音机，买个录像机，没有人讲，对着他讲啊，讲完之后再放开的时候你再听听他的啊，你讲给他听，他再讲给你听。啊，这个在现代这个时代，利用高科技修学。归过劝善，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自己，有机会要帮助别人，决定不能把机会放过。我知道多少讲多少，不知道的不讲，这免得讲错了，知道的就应当要讲，有疑惑的一定要问啊，向别人请教，多听听别人的开导啊，不同的意见要有智慧能力啊，去辨别；要有广大的心量啊，去包容。我们才能开智慧啊，在道业上才会有进步。啊，后面这几句都好懂啊，就不必多说了啊，人皆尽知，这个是显而易见啊，像孔老夫子、释迦牟尼佛啊、诸菩萨们啊，几千年之前的人呢，现在人提到还是尊敬啊，天道有之啊，这天神保佑他了，福禄随之，真正心善
意善行善，没有福报，没有福报啊，你也得福报。福从哪里呢？福从善来的，善的感应就是福报。众邪缘之啊，邪是指妖魔鬼怪啊，自然他就离开你了。神灵位置，这护法神保护你，这是讲的果德了，你一定得到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